线上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在主里平安。平安。耶稣爱你。也爱你。耶稣爱我们。好，我们一起的来开始我们早晨的分享道的时间。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1-2。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剪去的意思是把你举起来，它的原文是把你举起来，把你拿起来，把你拾取起来的意思。因为枝子是得着树的供应，但是那枝子有时候它会掉在地上的。葡萄树啊，枝子掉在地上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因为它会被泥土沾染啊，它会可能腐烂了或者怎么样。那园丁就要来修理这个枝子的时候，他不会把整个枝子给剪掉，他会收拾干净它，把它举起来。过去我所领受的教导的时候，就以为说哦，这是好像救恩失去了，掉下去，神就把你给剪掉了啊。剪掉收拾掉不要你了，失去救恩的意思。那其实不是这一个意思。那他第二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把枝子从一个地点拿起来带到另一个地点，把它从地上拿起来放在架子上，让那一个枝子可以有阳光的照耀，可以有露水的供应啊，可以被滋养，自然而然的它就能够结出果子来。神永远都是一位提升人的神，我们的天父是提升人的神。哪怕你是最软弱的那一个部分，他不是要来把你给剪掉，在你软弱的部分来定罪你，来控告你，来羞辱你，他不是。我们很常软弱的部分我们都会藏起来，很怕人家看到，很怕人家知道。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总是拿出最好的那一面，我们都希望自己当然是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人家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说人是现实的嘛，人都是会啊看到你的软弱，当然就会啊，我们很怕被定罪被控告，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会控告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看见他是提升我们的。你最软弱的那一个部分，那一个枝子，你最软弱的那一块掉在地上了，它可以把你捡起来，它可以把你捡起来，让那个部分被阳光来照耀，被耶稣的爱来照耀，被神的话语来滋养它，恩典是在你最软弱的那个部分被彰显得最多。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2:9，神的话对我们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皮慕斯有口吃，他以前有很严重的口吃，但是神却用他的口来站在国际属灵的舞台上，成为宣扬神话语的那一位。耶稣借着圣经使徒保罗所带出来的恩典真理，再一次他来恢复，把这一个真理给带出来。他的软弱是他的口吃曾经，但是这一块被神来使用了。神能够使用人最软弱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圣经的例子，马太福音23:33-35，我们来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这是彼得还没有认识自己软弱的时候，他是一个很骄傲很狂妄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说这样的话嘛。众人跌倒，我是不会跌倒的那一个，
永不跌倒的原文那里的意思是从未跌倒过，从来不会跌倒的，我不会跌倒的，所有的人离弃你我也不会离弃你。彼得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子的宣告出来。耶稣还提醒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早就知道他的软弱，耶稣早就知道他接下来会遭遇的是什么，但是彼得还说，众人跌倒我绝不跌倒，因为他还没有认识他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对待彼得呢？是把他给你这个狂妄的人，这个人不能怨了，丢掉，这个人没有办法使怨了。耶稣是这样对他吗？责备他吗？定罪他吗？没有。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对彼得说的话。耶稣是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耶稣为他来祈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并没有把他给丢弃了，耶稣乃是提升他，知道他会认识他的软弱的时候，只要他回到神的面前，耶稣能够再一次的把他给扶起来。你可能说，哎，那犹大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不是神不给犹大机会，是犹大太冲动了，他太快的想要证明他自己，他卖了耶稣，他被定罪感、愧疚感、控告的声音辖制了他的心，他的心看不见说耶稣是给人机会的。他3年半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他没有看见这一个慈爱，他是一个慈爱的主，他所做的是医治人、劝勉人、帮助人、扶起人，他没有看到，所以他只看到自己的软弱，他一直只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当他知道他把一个义人给卖的时候，他就急着出去上吊自杀死了。所以不是神没有给他机会，如果他等到耶稣上了十字架后3天从死里复活，你说神会挽回他吗？他会有的挽回吗？他会得着挽回的啊！耶稣的爱也是同样给予他的啊！所以耶稣来为彼得祷告，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今天耶稣也同样的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来祈求，为我们来代祷。罗马书8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来祈求，为他的儿女们来祷告、来代祷。所以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最软弱的那一块也是我们对这个软弱的部分是最没有信心的那一块。但没关系，不是看你的信心，而是看耶稣的信心。耶稣就是信心的源头，耶稣就是信心的那一位，他能够给我们信心。只要你定睛于他，他会把你扶起来。你回头以后，改路加福音22章32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告诉彼得，你软弱过后反而刚强他，使他可以服侍别人，在他软弱的那个部分上可以去服侍别人，可以给别人的生命带来造就。彼得认识了自己的软弱，他懂得了，他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软弱，他不认识自己的问题的话，他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被神来使用。只有他知道自己也是软弱的，他才会学会依靠耶稣。我们只有在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你知道你需要耶稣
我们才会懂得依靠我们的主。所以后来他的服事，他传福音，我们也看到了他传福音3000人悔改。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耶稣的工作，不是出于他，但是神却使用他，兼顾他，使他可以也去兼顾别人。所以你软弱的那个部分，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可以在人前隐藏，但是来到主的面前，不要隐藏你那一块软弱的部分，有问题的部分，把它告诉耶稣，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你不能改变你自己，但是耶稣可以。你不能改变你自己，你不能救你自己，我们人不能救我们自己，但是神可以。神在那软弱的地方，使他结出果子来，结出美好的果实来。这就是我们的耶稣，他会把我们扶起来，放到高架上，让他可以结果子。这是我们的神可以做的事情，他是这么的爱我们，他的心就是想要提升我们，帮助我们，扶起我们。路加福音15:3-5，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这里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把羊扛在他的肩上，耶稣没有轻看任何一只迷失的羊，走失了的羊。人的观念是，这一只羊走失了，我还有99只啊，丢了就丢了吧，你不来，你软弱了，你不见了，那就算了吧。但是耶稣的心不是这样的，耶稣的心是什么？把它找回来，把那一只羊找回来，不只去找这一只羊，找到了还把它扛在肩上带回家。我记得平约瑟牧师说过很令我感动的，我常常会想到这一句的时候，他说主只用一个膀臂举起整个宇宙，但是他却用两个肩膀，用肩膀来扛起我们，举起我们，让我们能够坐在他的肩上。这是他是很看重你，我们的他是很看重你的，哪怕你是软弱的那一个，哪怕你是可能你觉得你无所作为的那一个，他是把你给举起来放在他的肩上。所以你是不是耶稣的羊啊？你是耶稣的羊吗？阿们，我们都是耶稣的羊，他常常把我们扛起来放在他的肩上，尤其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如果你去感受，你会常常会经历到，哎，耶稣好爱你，他常常挽回你，哪怕是一句话，一首诗歌，或者一个牧者的一句话，或者借着人对你释放的友善，或者为你打开的机会，你都会感受到神一直一再的挽回我们。这就是主的心，天父的心。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5:2，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理干净它，使它能够清洁。在过去我们会以为说神用天灾人祸来修理他的儿女，或者来修理一个人，直到现在还是有，我前不久才看到有一个基督徒也是会放一些就是很审判的话语，就是哎，你不听神的话，你不敬畏神，审判临到你，所以天灾啊，地震啊，人祸啊，这样子。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意思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修理我们，使我们清洁。因为人心害怕来到神的面前来归向神，反而会使这个关系
有距离。曾经美国911事件，就是飞机撞那个101的时候，在美国很多的基督徒回到了教会，甚至很多还未信主的也都回到了教会，很多，但是他们是因为惧怕，觉得说那是审判，神的审判，所以他们很多回到了教会。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人心如果不是因着主的爱，会刚硬了，害怕忘记了，走了，离开了。那这样，神不是要你害怕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害怕并不能建立起一段关系。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要建立一段关系，不管你夫妻的、儿女的，或者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愿害怕来建立这一段关系，我们一定是要用爱。夫妻之间不能用强硬的手段让对方来害怕他，父母也不能让孩子害怕，带着害怕的心就有距离了，就没有办法很亲密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来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那这一段关系是在爱里面被建立起来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惩罚。惧怕里面就是含着刑罚，很怕说你等一下会怎么对待我，如果我做得不够好的话啊。耶稣已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有神的愤怒，对于罪的愤怒、审判、刑罚，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惧怕里面重生的，我们也并不是在审判里面重生出来的。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重生是在主的爱里，是在福音里重生的，而这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5:8-9，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是在耶稣的宝血里面重生的，已经免去了神的愤怒。这就是修理干净的意思，是他用道来修理，来使我们干净，清洁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干净。我们既在福音里重生，它是葡萄树嘛，我们连于它。那我们重生后，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当然所得着的供应也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啊，因为你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那当然是得葡萄树的供应嘛。你不会可能说你的供应又从榴莲树得供应，对吗？你是连于葡萄树的，你的供应一定是来自福音的道啊，使你干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3，因为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的话使我们已经干净了，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扶起我们，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脚还会沾染灰尘，我们的心还是会被每一天所接触到的，不管你在网络上接触到的是负面的，是消极的啊，是掺杂的，你的心一定是会动摇啊，或者被影响，或者你会因着你的环境所看到的事情来影响你。很自然的，如果你没有在神的话语的供应里面的时候，你会看问题，因为当你没有看神，我们很容易嘛，我们心思意念被影响去看问题的时候去看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去听到的是负面的，去看负面的时候，那我们人就会很容易的又会负面的，
那就会把那个负面的问题给放大，影响了你的心情，影响了你的情绪，我们会觉得心累，会感觉到疲乏。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你连结于他，你的生命又会被恢复，你里面的精神体力又会被恢复。一些负面的问题，当你看见的时候，转向耶稣，不要让那一个负面的事情或者负面的问题继续地来影响你，被放大，转向耶稣，你里面得着供应。恩典让我们很容易的可以转向耶稣，恩典让我们很容易的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定你的罪，他不是控告你的那一位，他不会说哦，你有事了你才来，你软弱了你才来仰望我，神不会这样子的控告你，他巴不得你来找他，他巴不得你来转向于他。每一次你转向他，你里面就是连接于他，重新得力。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不管在你的经济上，或者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或者在你的学业上，连于耶稣，连于耶稣，他给你聪明智慧，他给你有耐心。每一次我失去忍耐的时候，我转向耶稣，我就会在心里跟耶稣说，主啊，你给我有耐心，你给我有里面有爱的时候，里面就会又再一次的恢复，很快的，很轻易的，它里面就会又重新得力。唯一不会消耗掉你内心的精力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你的供应者啊，他会源源不断的向你来供应，他不是支取你啊，他不会压榨你，他不是向你拿着药啊，不是向你讨药，这世界都是向我们，你要付出，你要出去给出去啊，世界是向我们来支取，向你拿，只有耶稣，只有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向他来支取的那一个。所以你里面枯干了，你向他来支取，你是得着供应的那一个。阿们，你是得着供应的那一个，所以你会很容易的又会恢复，重新有力量的啊，他会给你聪明智慧去面对你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希望你能够结果子在你的生命各个部分也好，那你就不要去看结果子，不要去看结果子，结果子，我要结果子，我要怎么做到最好，我要怎么做到最棒，我要怎么才能够得着最好的，不要去看结果的事情，你要转向耶稣。因为我们人结果子不是我们本身能够结，枝子不能自己结果子，而是葡萄树让它结果子。枝子唯一的工作就是向树来支取，向树来领受，你要看到那个结果，你不能盯着那个结果，然后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得着那个结果。我们人会有结果的，可能会让你很累，会耗尽你的精力。最轻松的一个方式就是把结果交给耶稣，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于他，把这事情交给他，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向他来支取，向他来领受，很自然而然的你会看到那个果子就会生出来。那我们向主来领受最直接并且强而有力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听到，当然
你和神说话啊，你赞美呀、啊，你祷告啊，你敬拜啊，你安静，这都是一种的连结，跟神来连结，这都是。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有神话语的喂养，需要有神话语的供应啊，我们能认识神的心，我们能认识说，哎，原来我们可以向神来支取，我们能够来认识说，哎，原来主为我做了什么，为我预备了什么，这都是需要有话语的供应，那你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是使你得自由的，你听一篇道的时候，你会得着自由，你会得着释放，那你就可以听了。如果你听一篇道的时候，你感受到被定罪的话，那我还是会劝你说，希望你 stop 下来啊，因为那没有办法给你生命带来造就。有一个姐妹，她领受的是掺杂的教导的里面，刚强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她觉得自己可以嘛。尤其在他很软弱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里面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候，去听恩典的福音，他去听的时候，他里面得释放。如果他再去听定罪的，他越来越定罪，越来越走不出来。这是他自己跟我分享的，越来越走不出来。他说越来越讨厌自己，也讨厌别人，直到他认识了恩典的福音，正确的听了神的话语，他才知道，哦，原来耶稣是这么爱他。所以当他去领受的时候，每一次当他软弱的时候，他说他去领受的时候，他都能够重新得力，他都能够被恢复，他里面啊，里面被恢复了。因为真理是叫你得自由的，这真理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7，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原文的话是他自己也没有和，他是恩典真理都是由耶稣来的。耶稣就是恩典，耶稣就是真理。恩典其实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听福音的道，恩典的道的时候，你就是回到主的面前，与他连结，与他连结，得着供应。我们最后来看路加福音10:38-42，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圈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借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这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个例子，马大他的心是好的，他想要服侍主，他在预备吃的东西，但是他心里因着忙乱混乱了，焦虑了。我们人也很常因着我们的工作或者事情，我们很容易忙乱，心里会焦躁，会烦躁，会焦虑，会陷入一个问题的里面，钻牛角尖，想不通，想不明白，就会很容易影响你的情绪，就好像这一个马大一样。所以他跟耶稣说，你不叫妹子来帮我吗？叫妹子来帮助我。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说，马大，马大，你的心因很多事情忙乱。玛利亚在刚才经文里面有做什么事吗？他唯一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听耶稣的道，听耶稣说，他就得着上好的福分。今天神也要我们得着这上好的福分，就是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话，让他的话来喂养你的生命，来滋养你，
来帮助你。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远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等候耶和华，它是有缠绕在一起的意思，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是缠绕在一起。这个缠绕就是你去支取，你去领受，你就得着供应。你连于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会重新得力，你的里面就会重新得力。你领受了，你才能够给出去。你领受了，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去服侍别人也好，去面对问题也好，去工作也好。你领受了，你才有东西流出去，啊，给出去。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在你的生命里头，你要结果，哪怕它在干旱的里面，你都仍然有供应，你都仍然能够结果。就是当你把自己扎在水旁，扎在耶稣话语的里面，扎在真理的里面，你得着供应，你就能结出果子来。所以不要去专注结果，不要去专注于果子，看耶稣，你享受他的爱，享受与他去建立美好的关系，在他的话语里面，哪怕十分钟，哪怕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这果子慢慢的自然而然的会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提升你，帮助你，扶起你，建立起你的生命。所以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但是谢谢耶稣，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使我免去一切神的愤怒，一切的刑罚，一切的审判，你都为我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耶稣，我谢谢你，我是有盼望的人，我在你的里面，你是我生命的供应者，你是我生命的喂养者，我是你的孩子，你是我的救主。谢谢耶稣基督，谢谢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来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们，让你们每一天都能够蒙他的福。愿耶和华保护你，让你离开所有一切的病毒，一切的患难，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灾害，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他的保护。愿耶和华向我们连关照我们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恩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进度顺利。愿耶和华向我们延年，赐我们沙龙是医治健全健康丰盛和平安。我是奉耶稣基督名，阿们阿们。